今天白天开始冷气团减弱，各地气温回升，来关心更详细的温度预测。北部地区基隆降雨几率还有30%，高温20度，双北是多云20到23度，桃园同样多云，而新竹苗栗可以看到阳光露脸，高温大约在22、23度左右。中部地区台中彰化跟嘉义都是多云到晴，高温22到25度，云林南投是多云的天气，气温20到24度。往南走，南部地区各地同样是阳光露脸的稳定天气，高温大约在24到27度之间。东半部地区会有下雨的机会，宜兰降雨几率60%，花莲降雨几率30%，台东多云22到24度。怪岛地区各地都可以看到阳光露脸，沿江14到17度，金门高温21度，澎湖的温度在18到21度之间。